PS 评分是身体功能状态的一个评分，分为5分，0分是完全正常的状态，1分是有轻度的症状，2分是指白天活动的时间在50%以上，3分是指的白天活动的时间需要50%以上的时间卧床休息，4分就是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卧床休息，5分就是死亡。所以在非小细胞肺癌的化疗选择上，PS 评分我们要求在0到1分，而小细胞肺癌的病人可以适度放宽到2分。我们能不能进行化疗，并不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，是根据器官的功能和病人目前的身体的功能状态来决定的。只是说，对于老年病人的器官功能，他的器官储备功能要低于年轻人，所以在剂量的制定上，医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一个更为合理的剂量的选择。还有就是针对病人的不良反应，也会给予一个更为密切的追踪。